今时今日有好嘢大家都会 share， 有冇谂过连投资商铺都可以 share？ 盛汇商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香港首间持有证监会资产管理牌照，专注于买卖同埋发展商铺嘅金融机构。我哋嘅商铺投资以有限合伙基金形式进行，让更多投资者可以一齐参与，同时亦能分散风险。我哋嘅商铺投资产品只适合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定义嘅专业投资者，如属个人嘅专业投资者，持有800万港元或以上流动资产，方可参与投资。而公司嘅专业投资者，则需要持有800万港元或以上嘅流动资产，或4000万港元或以上嘅总资产。整个商铺投资理念相当明确简单，就系集资卖铺，利益与共。盛汇会严选优质商铺进行尽职审查，并评估商铺价值，例如电力装置、来去水、出牌及营商机遇等。盛汇以有限合伙基金架构向投资者开放以供认购基金单位，再买入商铺业权。盛汇同时亦系资产管理人，对该公司及其资产进行管理及决策。盛汇会为商铺引入合适租户，改善商铺物业后出售。盛汇会处理一切繁琐事务，而投资者可按持份比例扣除所需开支及相关费用后，获分派租金收入及出售物业的收益。有意欲投资商铺的投资者，先要在盛汇开立投资户口。投资者只需要提供符合专业投资者要求的资产证明、身份证及住址证明，并填妥开户相关表格，通过我们的合规流程和内部审批。一般情况下，最快三个工作天就可以完成开户程序。费用方面，投资者需要按持份比例摊分买铺的交易费用，例如印花税、经纪佣金及律师费等。同时亦需要按情况付出享有投资机会及资产管理服务的相关费用，例如承销费、管理费、表现费及二手交易费等。有关具体收费会因应个别基金产品而有所不同，投资者应以销售文件为准。如果商铺需要进行结构上的改善工程，例如加装水电供应，投资者亦需要分担该费用。有了盛汇，投资商铺可以化繁为简。想知更多，请致电2830111111。